2004年出过一首脱掉。还会不会脱掉呢？会不会像当年那样？大家一定是针对这个，因为我年纪不小了，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20几岁的灵魂困在一个60几岁的身体里面，我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满意。问题是看的人会不会看到他们觉得的瑕疵？你要我脱点看？要！脱掉！其实我今年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多生一胎。你说我会不会累啊？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，因为我所有的华语歌都是在台湾出生的，很多是超过20年。面对着台湾的歌迷朋友，其实我心里面有蛮多的亏欠，因为我有一段大段的时间没有回来台湾。2004年出过一首脱掉。还会不会脱掉呢？会不会像当年那样？大家一定是针对这一个，因为我年纪不小了，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20几岁的灵魂困在一个60几岁的身体里面，我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满意。问题是看的人会不会看到他们觉得的瑕疵？你要我脱点看？要！脱掉！他在，他还在，他可能表面的皮多了一点，但是他还在。一个礼拜是一定会有2到3天的重量运动，这身体这个肌肉啊，它很容易会紧，所以我平常就是拉筋。其实我今年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多生一胎，因为儿子慢慢长大了，有时候我觉得他一个人蛮闷的，所以我就希望看到他有一个弟弟或一个妹妹可以跟他一起玩。他也很会照顾，他应该会是一个好的哥哥。有一次我在第二眼药水那边休息，然后突然间听到那个小脚步就过来，然后一只肥手拿了一个纸巾帮我擦眼，帮我擦眼泪。原来是儿子。哦，我觉得我跟我太太是给他很多的爱，在人格、礼貌跟价值观上面，我们是有花很多的这个心机在里面。那如果我能40分钟不停唱跳的话，你说我会不会累啊？